店一楼的餐厅厨房，从电锅、烤箱、微波炉、瓷炉、水槽、饮水机、游乐室的地方，有的交易空间，然后每一层楼外面好像也还有一些。白鹿居的民族就是少族，感觉这个出现在什么益智问答里面。啊，这只走就是益达少老街，然后这只只走就是我们住的猫头鹰母店。哦，跑出来的夕阳，它真的是欲拒还迎啊，像极了爱情。真的，肥肥的。7点多，就是山上的雾气下来，有一点微飘雨，天气蒙蒙的，但还是很美很梦幻。然后看得到对面那个圆圆的地方，就是日月潭缆车站。多年以前，我们就是坐缆车下来从那边过来的嘛。但真的只有晚上住宿的人才会这么早起来日月潭前往，很清幽，很舒服的，往缆车站。走的是益达少清水步道，现在到缆车站呢，就在那里而已。湖边第一排露营区，然后还有缆车造型的小木屋呢。少族的捕鱼房。还有那个地方也是视角一望，我在电视上看到过介绍。走到了日月潭缆车站步道，1公里多，大概10几分之1而已，景很漂亮，不会累，剩下刚好走回去体力差不多。